什么情况？我最近开了一家餐厅，很成功，但几年来我一直有一个竞争对手，他们还说这种竞争能做出更好的汉堡，因此我决定在晚上潜入这家餐厅，窃取他的秘制小配方。哦，这是我吗？非常爽朗的笑容。我要去偷麦当劳的秘方。哈喽伙计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鲤鱼。我们今天干什么？刚才应该都知道了吧，我都没有来得及介绍。是的，这是一款关于麦当劳的恐怖游戏。没想到我真的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汉堡店了，但是我想要得到麦当劳的秘方，但是这个麦当劳叔叔看起来并不是太友善啊，准确来说他真的是人类吗？来吧，我们赶紧开始。我点 play 为什么没反应？什么鬼？三条命吗？我来了，小技巧，我可以拿东西然后扔掉。任务目标得到神秘小配方。这是我的车吗？又出现一个提示，我可以躲藏起来，按 Q 键离开。这是什么声音？这是麦当劳叔叔。我应该从哪里进呢？这里是正门，从这里进吗？可以悄悄的吗 ？Hello， 他怎么在？这是厕所。哦，完了完。哎哎，刚才怎么回事？他追不上我，你是傻子吗？你有配方的？这就一条命死了，不要不要。哇，这个画质怎么了？看来这个麦当劳叔叔身上有奇怪的磁场。我怎么直接就出来了？这回直接奔我来了。麦当麦当 ，run r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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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n， 我们要藏起来。天哪，麦当劳叔叔杀人了！哎，这是哦，我可以躲到桌子下面。你好，瞎子，这都看不见我，明明我就跑进这个房间了，你就不能多找几下吗？赶紧离开，这现在都看不见我。Oh my god， 看见我了，完了完了，躲到厕所里面，躲到厕所里面。哎，这怎么，这怎么屎上有一根撬棍？为什么这个撬棍插在屎里了？大便杀手会抓你的，你为什么不冲水？这上面写的这扇门需要钥匙，然后这扇门是按 Alt 加 F4 就可以打开。你在逗我吗？ Alt 加 F4 等于关闭窗口，鬼才信。那怎么又过来了？不会这就是他们的秘制配方吧？把撬棍插在屎里，然后再拿这个撬棍去搅拌汉堡食材吗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应该潜入他厨房看一看。麦当劳叔叔貌似把那里给堵上了，我们在这里先静静观察一下。啊，走过来了，还好他没有发现我。我们赶紧起身，能把门关上吗？把门关上，赶紧去厨房。哇哇哇哇，哇哇哇！哎哎，敲敲敲！我怎么拿起了一个汉堡？这是他的厨房。哇哇哇！画面怎么一闪一闪的？这是他关配方的地方吧？写什么？放置一个你的快乐套餐。快乐套餐是什么？是我手里的这玩意吗？我是不是要拿撬棍当武器？我觉得我应该拿撬棍当武器。哦，撬棍是撬这个玩意儿的吧？我想起 Granny 了，这个门还是打不开，上面写着秘密配方。啊！我是肯德基派来的卧底吗？你就这么对付我？我只是想开一家汉堡店而已。天哪，看来这个配方
有隐情，否则这个麦太郎叔叔没必要下死手啊！躲到这里，躲到这里，哎，这样他就看不见我了。纳尼？哇，你丁丁好大啊！不是吧？哎，我三条命没了。他在干嘛？哦，手榴弹！啊，结局一，这游戏还有多结局的，这只是其中一个结局，拿我当靶子了是吧？天哪，我这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竞争对手都这么恐怖吗？汉堡店还真是可怕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自己回到菜单才能开始吗？再次开始，我又听到他开门的声音了。麦当劳叔叔一开始在这来，嘿，你来抓我呀，你来抓我呀，你个死小丑。我们上他的后院会不会发现什么隐情？后院不让走，这是死路。我们朝这边的后院走一走，说不定能发现什么。这地方可以让我按，但他为什么没反应？这是他的垃圾堆。这边我还是走不了，天哪！哦，趁机去的厨房。哦，不行，我们需要拿到那个撬棍。我们应该先拿到那个撬棍。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！啊，这还是会被发现吗？他也太敏感了吧！OK， 这次我们集中注意力，把撬棍从大便上拔下来。哎，他一开始没在店里吗？哇，真的是艺术啊！不愧是麦当劳。他在哪儿？他去哪儿了？哦！快关门！快关门！哎，这门怎么关？完了完了！我被追到大街上了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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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我可以跟他绕一下，我可以跟他绕一下。啊！他紧追不舍。躲起来！哎，不会这还能发现？哦，他没有发现，他去哪里了？他去那边了。我们趁机赶紧去厨房，把厨房门关上。Oh my god！ 完了，厨房是死路，厨房是死路。没关系，绕一下，绕一下，绕一下，说不定能成功。太难了吧，这个游戏！可恶的唐纳德，他是叫唐纳德吧？先拔出时钟剑。哎，撬棍呢？撬棍怎么没了？哦，我们已经不需要撬棍了，是吗？赶紧拿着！快关门，关门，关门，关门！啊，被他追上就麻烦了。嘿嘿，我偷走了你们的一个快乐套餐，怎么样？这快乐套餐是薯条吗？快快快，快躲起来！这玩意儿应该是激活那个大门的物品之一。他不会又去厨房了吧？跑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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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！这东西是不是放到这上面的？哦，果然是放在这里。这门还是开不了，我这地方能躲吗？这里面也有能躲的地方吗？啊，这里可以躲，这什么？我先躲起来。他不动了。这边我要自己做一个汉堡吗？哦，
这是材料，我需要自己做一个汉堡。哎，我不要躲起来。他跑哪儿去了？怎么做汉堡？哦，竟然神奇的做好一个了。这边是洋葱啊，我们再加点洋葱。那这边需要什么？是牛排，这个牛排看起来都烤焦了。这是在做什么？哦，不同口味的汉堡，这样门就能开了。哦，得到配方了。啊，来追我呀！哦，太棒了！什么商业竞争，直接把人家店给炸了。结局二，所以成功是结局二，那结局三是什么鬼东西？你快告诉我呀，叔叔。麦当当，蓝蓝路，这边有个绿色钥匙，这个钥匙应该是开他那个厕所门的。我去开下厕所门。No! Oh my god! 直接就奔我来了！不要让我达成第三个结局吧！第三个结局会不会是我们和睦相处？绿色钥匙不见了，可能是在屋子里的那个原先的地点，我死的那个位置。没错，没错。非常棒，快快拿起来！这画面一闪一闪的，这里隐藏着什么？哦，一把手枪！耶、哇！麦当当叔叔喷出了牛排，这就是他的秘制配方吗？什么鬼？结局三全都结束了。那看来这就是今天的麦当劳历险记了。我们成功偷出了配方，把他的东西给炸了，太爽了。中间这是什么宝？有两层牛排耶，看着就像一个假人，他不会动的，对吧？